说明想报警的话，等你呢。等我干什么？干啥？啥意思啊？上沙发上去吧。凭什么？不凭什么呀？我说了算呀。你说算？家里谁是老大？我。哎呦我去了你！赶紧的。敢跟当家俩？走不走？你坐上沙发啊！快点，别跟人磨叽。你别后悔啊！你别后悔啊！你再给我磨叽，再给我遇到。走一走，你等。就睡沙发，好。找不着沙发，我看不着，我哪睡？你这干什么？叮个当的，你让不让我睡觉？啊，你睡你，我给沙发去。那沙发干什么？啊，没沙发了，我看你让往哪睡。不是你心情不好，你干啥？现在就是睡沙发，哎，干什么？让我在这搁这，这些沙发好几千买的，让我干什么？好几千，啊，好几千买什么用？他妈净天天给我当床用啊，怎么样？来，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干啥呀？你不是睡沙发吗？我怎么扔了？我看见我睡哪？扔我睡地上啊？哎呀，好睡地，我扔着。哎呦，你吓死你扔！我看你扔不扔？你看我扔不扔？吓着我了！干什么？干什么？行，我得扔。扔什么？哎，冷静冷静，来来冷静冷，坐会儿歇会儿歇会儿来坐。坐啥？不是，我让你睡沙发，我是为了你好。我扔沙发是为你好。哎呦我的妈！不是你睡沙发在这屋吧，你自己一个人睡。你现在睡觉睡得早，然后我睡得晚，我怕影响你，我是为了你好。你怎么好赖不知呢？少来！这不要！怎么不要？要他干啥？给我当床？啊，你这不挺好，像个单人床一样，不挺好的吗？不行，我这份儿扔了他。哎！没他，我看你还叫我往哪睡？没他，我就让你睡地上了。啊好。那你睡地上冰坏了怎么办？那我去冰坏也冰坏了，不是？好说好商量，你在干啥？干啥？好说好商量，你干什么呢？什么好说好商量？啊，我也跟这边上大床睡，都你都没好说好商量，还就连踹带打的啊？那不是因为你给我惹生气了，我才给你撵出来的。那你给我惹生气，我得把它扔沙发。那你也不能扔啊！那你不会过日子吗？这是花钱买的。花钱买怎么了？你还说我花钱娶人家了？意思你给我也一刀扔了呗？哎，不是你这话意思给我一刀扔了呗？连沙发带你一刀。啊？一刀。我错了，你可别把我给扔了呀！啊，扔出去我都是没有人要了。行了吧？我错了，行了吧？我错了，行吗？消消气儿。消消气儿，行了吧？别给我扔了呀，给我扔了没人要了。我搁哪睡？